这条我是叫做鸳鸯彩云变形龙，因为它身体的颜色左右不一样啊。还有就是在那个机关那边有一块云朵，就是把那个机关遮住，那这云朵里面刚好是有七朵，每一个颜色都不一样。然后为了配合这个明年的壮丽舞狮，然后我们就用了很多方法，来去制造这个所谓的机关，用了松紧带，用了弹簧，用了胶带，还有拉筋带，就是各种用具都试过，来试验这个怎么样把这个机关打开。碰到最大的挑战是我们练习和筹备的过程啊，因为在这个官兵的安全距离这些措施，我们不能在我们的会所进行彩排和练习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到人民协会来彩排。创家壮丽大概有今年应该是第38场。然后可以讲说在制作过程上面，今年是最辛苦的一年。我每年到那个10月开始，我就要动脑筋配合这个明年壮丽的主题，每年都有创新的舞龙的表演，还有这个舞的方式每年都要再改进。我们这次用了我们福州舞龙的传统的方式，套式猛龙过江跟过龙门，把这个机关在20秒里面发展开，然后跟着一条50米长的龙就变出来了。